这个豆浆啊，就是正好就是一大锅，再多一点都多不了了，多一点儿，那天一开的时候一冒啊，这就会冒出来。一大锅浆。得抓住一锅做。这个做豆腐吧不难，难就是在刷锅、刷盆、刷这些工具上。太费事了哈，对。这熬完这个锅也可不好刷了，因为锅热，烫手。还粘锅呀。今天要做豆腐了，这个季节呢，青黄不接的蔬菜就比较少了，忙里偷闲就又做了点豆腐。看这豆浆多浓！这个熬完豆浆啊，就刷这个大锅还费劲呢。你看看，这锅底啊，锅底烫的，可烫了，烫手。是锅拿不下来，火还熄不了。豆腐吧，它那个瓷实，你就不愿意吃那个豆腐颤颤巍巍那个，一点口感都没有。哎呀，力气活又来了。这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，就是吃豆腐。就这个时候，你没发现卖豆腐的也来卖吗？你看，要是夏天的时候，菜大量上市的时候，卖豆腐的都不来啊，都不来。这时候，吃点豆腐，完再吃点那个叫那什么，那个豆芽什么的都挺好的，生点豆芽，春天嘛生发哈。来看，成功，挺好。好。切吧切吧就可以吃了，然后上院子，薅两颗葱回来。行。发下葱，小葱拌豆腐，今天早饭。现在那个天气越来越热了，我们家这屋里都已经20多度，这豆腐做出来也放不住，今天决定做两种豆腐干吃，一种就是咸盐卤的，一种是那个就是酱汤卤的，做这两种豆腐干。这个盐卤的豆腐干是这样做，这是一种传统的就是腌制豆腐。这个呢，豆腐干就是大春非常怀念的一种豆腐干，吃吧就是哏啾啾了，但是可咸了，咸盐绝对是超标的。我就说，它就是一种怀念吧，就是喜欢。超标是超标啊，但是说的那个你少吃啊，这个豆腐干就是搁太阳晒的时候，不要晒得特别硬，特别硬的时候它不好吃了，就是那种哏劲儿、哏啾啾的时候好吃。都晒得冒油啊，这豆腐，这个一晒它该冒油了。我看这个盆能装多少啊？盆能装多少就做多少，把这个所有的面啊全都得沾上盐，然后给它放在盆里面腌24小时，放在凉快地方腌24小时就可以了。啊，这盐可没少沾啊！多沾点行，那天这么老热，因为你放那块一晒，它容易坏的，就变质了，就不好了，对吧？对。还是盐多是对的，必须得多沾盐。到时候吃的时候，这盐吧就会掉精了，就盐精吸出来了。其实也不太很咸，而且你这个弄豆腐干吃的时候啊，可以把那个盐泡出去，切成片泡出去，完了之后搁锅一炸，哎呀那个香啊！就是哏嚼的可哏了，那种脆香的，那就不是哏了，那是更好。那是你说那是炸，我是说我就跟你这么吃过，就是卤完了这么的晾干了以后那么吃，就是哏哏的那种口感，也蛮好吃的。这个豆腐你看这么大一块儿，晾完了很小一块儿，那少一半还多。
所以这个豆腐干卖的很贵，这种豆腐干变完了就像那个腐乳块那么大吧，啊，比那稍微大点，比那还能稍稍大点啊。嗯，这种腌豆腐的话，你别看就这么腌就这么简单，但是是一种地方风味，很多地方你买不到。它这个必须得是纯黄豆的啊，里头，现在豆腐不少里头都是淀粉的，淀粉豆腐的话你做这玩意不好吃，因为它没有油性。这样晾完了是冒油的。对。一共做了多少块？数没数啊？没数，反正就这一盆。反正你多做点呗，多做这个也不怕放，放。这个就是放能放老久了，就是放好了，因为它是咸的嘛，啊。咸的，但是你放不好，它也发霉。能放好，没等发霉呢，吃没了，好吧？其实我感觉这个办法也都是过去人就是说聪明智慧想出来的，是不是？没有冰箱，没有啥的，怎么吃啊？那个盐给它卤上一晒，先放这儿，我先把那个切成片，切成片完了之后先做的，那看那个多大一堆儿哈，嗯，堆太大了也不行啊，切成大片儿。豆腐切好了，这个是蒸，这个是裹好盐的，这个豆腐就是放起来，放24小时，明天上午的时候给它晾出去。嗯，这个要卤的呢，就现在开始搁锅上蒸了。对，嗯，蒸豆腐主要是为了让它再瓷实一些。豆腐蒸了5-6分钟就好了，搁这晾一晾，晾凉了给它压上。现在我就把这个晾凉的豆腐片给它压一压，压紧实一些啊，这块儿是不是差不多了，再来一层。一共是弄了3层，叠好的豆腐，用盘子给它压上，然后呢，底下放上重物，放水桶吧。这桶里加的水，这个是40斤呢，一桶20斤，40斤给它压4-5小时以后吧。一根压干一点，就会更瓷实。你看我这有苗长出来，这是，原就是苞米。哎，这个压的应该压好了。因为它做哪一步都是需要时间的。嗯，对。需要时间等等。因为这个压了好几个小时。这时候这豆腐手感就非常好了。嗯，重量来一道，锅中先放上葱姜，然后把豆腐放里，也有搁蒜的啊，咱这个没搁蒜，但不太爱吃那种。放上点这个调料，这调料都是，就是常用的，常用5香料就可以。加盐啊，这盐得多少？得不少啊。盐得多放一些，咸一点好，好有味道。还来半下。再开锅煮10分钟，然后浸泡一宿。明天早上就可以吃了。